好，我是小静，欢迎收看 Maxony 大设计。汪星人早就是我们的家人了，外出游玩自然也要带上他们。可是普通的车子都是为人设计的，狗狗坐着又不舒服，而且如果碰上急刹车，安全带也保护不了他们。最近日产公布了一款奇骏 Full Dogs 车型，让你家的萌宠从此爱上坐车。奇骏 Full Dogs 的尾箱就是个专为狗狗设计的天堂，它可以容纳两条狗，里面安装了饮水和进食系统，狗狗拿脚踏上特定区域，就会有干净的饮用水和狗粮出来了。而且里面还有挂钩可以勾住项圈，狗狗的安全也有了保障。另外还安装了视频监控和语音通话系统，狗狗可以时刻看到主人，乘客也能安抚他们。如果玩嗨了，狗狗沾了一身泥，它也能应对。全套的360度淋浴系统和专门的吹干机都备着，洗洗吹吹就能干净上车了。尾箱里面还藏着个屌爆的收缩楼梯，狗狗踩着它就能上下车了。另外整个尾箱都是由优质皮革铺设的，狗狗躺在上面绝对超享受，就算弄脏了，纸巾轻轻一抹就干净了，还省下了打扫的功夫。说实话，看到这辆车只想感叹人不如狗啊，狗狗不愧是家里的统治阶级。视频元素来自 Nissan Euro， 由 Maxony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ony 创意公园。